家梯子活动，还没有开始，找了一杯咖啡，是隔壁的蓝色小咖啡车车给做的。嘿。Say hi to the camera. Hello， 在听我上镜头的话，心情好激动。有什么想要对德华说的？帮我拍一个跟他的婚礼，然后给我妈妈看。可以安排，哥哥安排。哎，这个活动呢是 Pure Yet 邀请的。上次我们有另外一个活动的时候，我有见到过他们家的除臭器，放到车里用，没有说巨香，但确实有一种让人很舒服的味道，喷在车里面就不会说太刺激。所以今天受到邀请也很开心，等一下带你们看到的话。Hello， good afternoon everybody。Welcome to day 9 of the 2023 Toronto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Andy! Movie Emperor. I'd like to begin with a quick announcement.Hello?For this special tribute award, and it means a lot to me. Thank you. In your own heart, in your heart, do your best. I think I will never forget all your love for me. Thank you very much.分享一个灯光，已经就是做了。我们家来看电影 Slide， 一个史泰龙的纪录片。小酒好可爱，你这个杯子好可爱。在 Roy Thompson Hall， 然后有一点点像看歌剧的剧院。今天是 Tiff 的 Closing Night， 最后一天。他来了，他真人来了！哦，天哪！啊，好酷啊！看完了。I know you do. Very emotional. It's quite a roller coaster because you don't recall saying things that you said, and then when you see it played back in front of, you know, wonderful people.那 Markham 这边的牙医诊所要跟牙医咨询一下做影视美。我一直觉得啊，牙齿健康整洁是一个人外形让人舒适的一个关键点。就比起衣服和妆容吧，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有一口洁白整洁的牙齿呢，笑起来呢会更好看，更自信，变美于无形。反正我一直啊对自己的牙齿没有说100%的自信。之前也做过其他的一些美白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修整牙形的项目。我就根据 Invisalign 影视美官网上的信息呢，去约了一家讲中文的牙医诊所进行一下免费的检测，看看自己适不适合戴隐适美吧。也是想借此听一下医生对这个事情的专业建议。无论牙齿问题的难易性，这个整牙的结果呢都是能够通过技术手段而准确预测到的。就是这种能看得到整牙完毕后的效果的这个感觉呢，让人内心非常安心并且充满期待。而且我咨询了一些我做过隐适美整牙的小伙伴呢，他们都说在佩戴治疗期间呢，对于生活啊还有外形啊饮食这些问题不会造成巨大的不好影响，也不会说有剧烈的疼痛感或者不适感。我觉得在这个点上呢，就很大程度上卸下了我的心理负担。因为作为一个全职博主嘛，日常还是有一些工作拍摄所需要的要求的，对外形有一丢丢丢丢小限制。所以说啊，我内心一直比较抗拒一些 downtime 很大的治疗啊调整在脸上，就感觉影视美在这个角度真的好适合我。从一个免费检测开始，看一看自己适不适合影视美。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也给你们分享一下过程和细节。哎呀呀呀，诊所在 A 头旁边，走道上。大家都说我牙齿结石多，你对你自己牙齿哪里最不满意呢？我其实觉得我有一点点地包天。对的，是的，是的，你是有一点地包天。那这个怎么办呀？下颚比上颚错了半颗牙。从前面看不觉得你太地包天，因为你没有上牙出来。但是呢，如果是从后牙看的，整个其实你这个骨头的位置还是稍微往前一点的。有几个 solution 啊？第一个 solution 呢，可以考虑
整合手术的啊。什么意思？得把下面整个拆开往底，是不是？是的，但是现在的整合手术已经技术非常好了，嗯，矫形和手术结合在一块儿了。在不做这个的情况下，我改变不了你骨头的形状。色的是咬不着，红色是特别重，蓝色是咬不到。我们希望看到红色在后牙，我们正常在后牙咀嚼的时候，我们不想让前牙一直碰到。如果你的矫形通过隐适美来解决的话呢，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需要让你的前牙呢咬合更好一点，减少前牙的磨损，这样不会变成10年20年之后这个牙越磨越短。我们到时候做的时候呢，是要把咬合调好一点。你的矫形不是主要为了美观，更多的是为了以后的功能，甚至呢是说希望你80岁到90岁的时候，你还是自己的这副牙。隐适美对于你现在的价值呢，是为了延长你现在牙齿的寿命。对于你来说，隐适美就是为了调整咬合，减少门牙的磨损，完美。那对于我这个来说的话，如果我做隐适美达到您说的这个效果，就调完了再回去，大概需要多长时间的治疗？这个差不多也就是半年到1年，不会超过一年。相当于多少副？这个其实不是完全按副数做的，因为是说呢，每个医生做的不一样，有人3-4天一换，有人2个星期一换，对吧？那个副数是不一样的。调的时间其实不是很长时间，几个月的事情。调完了以后长期维持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什么叫保持期，有听说过吗？我知道保持期，对，英文叫 retainer， 也是类似透明的，是原则上是一辈子戴的，但只要每天晚上戴。所以它起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是其实真的维持牙齿不变，第二个的话呢，它能减少一些对牙齿的磨损。有的人晚上咬牙磨牙，像麦盖儿的一样，对的，你可以维持那个效果非常多年。收到，对的，行，懂您的意思，搞定了。我觉得医生讲解的还蛮清晰的，然后他们说我大概治疗半年到1年，大概的价钱在6000块钱左右。哎呀，说的我还挺动心的。他说那个牙套呢，因为很薄很薄很薄嘛，所以4至7天换一副的时候呢，也比较透明，所以说不会影响吃饭或者影响我的拍摄工作，还蛮好的，就是很灵活吧。牙上那种补牙的那个小东西呢，固定牙套的东西呢也比较小，看不太出来，也比较方便。哎，我觉得还不错。你们看，我接了一个睫毛，这次接的是那种弧系睫毛，被小周种草的，我觉得还蛮显我眼睛长的，它眼尾有这种纵向伸出来的感觉，蛮像我平时自己会贴的假睫毛的感觉的。哦，天哪，你们看我在哪里接？哎，被一个泰安大巴给挡住了。我在泰国，泰国超过了我的活动范围，所以我来一次超级费劲儿。为了接睫毛还是冲了，感觉是我的人生接过最合适自己的睫毛的一次了。这种长长短短的感觉我喜欢。然后他们说这个卷度叫做婴儿卷，所以我现在有婴儿般的卷翘睫毛了。我又整了泰国2楼那个在 TikTok 上很火的饭团，我天哪，排队人超多，辣三文鱼的，我买了海胆和蛋黄的，我买了特辣美乃滋，说的我有点流口水。我给我北约克的小伙伴们一人买了一个，我就偷吃一个经典的辣三文鱼的吧。你可别说呀，作为一个网红饭团，这包装不太起眼啊，就是这样吧，好大一坨米，上面的鱼丢丢酱油露出来。我咬了两口才吃到鱼，吃到鱼以后就变得挺好吃的，不是很咸。你感觉外面饭太多？没事，教练去吧，我不会偷懒的。是这样吗？行啊，往下砸要接住啊。哦。不行，不够劲。这已经很累了。对，那就得跳一会儿。5，来啊！16、17、18、19、20，歇20个。啊啊，这比刚才那个简单多了。提起来，快手啊！OK。中间不用衔接，对，飞起来，来啊！努力一下，排好啊！5、6、7、8、9、10、11、12、13、14，排好。总共40个，是不是？对。啊。7、8、9、10。
定要去摆。好，往中间甩。这样是。哎，对的。这件事，看看，最高点换，对，这最高点换。这和这那哦这啊啊这是40个吗？这是40个啊，我靠，再见大家，这是40个，我慢慢做。 See you or die here。教练自己在那里练，就没人，教练在那里练，他那两个壶我举一个都费劲儿，真可怕。我练完了也拉伸好了，我走了。给大家分享我最近超爱的西装大衣，两个肩膀超宽又很长，1.7米的我拉这么长。但是如果个子比我低的小女孩的话，她可能会有点压身高了。来自于 W Concept， 最近好爱。带球波比跳的时候我有多惨，练完了我就有多活跃。再给我来20个没问题。张嘴。哇哇，我来了。你就你现在打那么远吗？不是晚上跟他吃了个饭吗？一起喝了酒，你们看那云，对，在他身上好美。What experience you nurtured as the customer experienced it? So I'm going to introduce you to Janice. I'm not sure how many of you have recognized or see Janice, but she's been with the ability to survive and thrive, which affects your collagen and your elastin production. That's your sweat gland, and then on the other side, that's your oil gland or your sebaceous gland. That's another one.Oh, is that our skin? You did well. I guess so. You quite peaceful. I'm so glad you're here too. All right, so everybody have their cute little headbands on. Everybody ready? Hands are... I'm also going to show you how to use some massage tools. This is 新买的小妆品。如果说跟旧版的小棕瓶一起用的话，那这个要在前面。Now we're going to go in with our treatment lotion. Think of the toner as the last step in cleansing. 面膜。You might have to shrink it down, like on your face, because. Yep, and the vibrations in the water.What the treatment lotion does is it helps with that cellular communication. Craft, first. Then on the. You all have a serum in front of you. Go ahead and grab your serum. Fresh application of the serum. Remember I mentioned. So we're just going to apply the moisturizer on your face. Makes my face dewy. Let's do it.Yours too. Oh, I guess we can use the wrong. I think after moisturizer, right? Oh. Oh, it's hot water. A synthetic stone, like a man-made stone, that's been curated to hold the heat. I'm here. Oh, you're right here. Thank you. Nikki. Hi. Thank you. Oh, thank you.隔壁的小伙伴说：“这个东西会带你来到绝壁，真的。Thank you. Thank you. ”搞定了，带着我发光的脸，送我的礼物吧。今天是外出工作拍照日，跟小周 reunion 了。我刚刚说，我觉得我巴黎之后就没见过他。27号是不是？嗯。
20多天，疏于对工作的管理和跟朋友的交流。不过我觉得我经常见到你。哦，是吗？因为看是不是看照片。小哥做的减糖版小饼干。然后，我们今天在一个当当的咖啡馆，很大人很多，那边有一些像监狱一样的图书馆那种隔间。让我想起我大学的时候考试，我不知道你们的人是不是想不开现在坐在里面，还是说他们也是有马上有 exam coming， 但是我觉得我但凡没点要 last minute 要做的事我都不会把自己放进去。我给你们看，那边有小隔间，帮你把这儿倒了。肉粉丝是来自于 double concept， 里面呢是一个也是 double concept 的连锁两块，你看一下这么头一块钱，哇，我们转场了，转了这个 bar chef 的另外一家，拍完要拍的东西了，换了一个 bar， 到了我的晚 A 时间了，哈利波特那个感觉的 bar，就好像上魔药课那种感觉的草药感。现在是5点，他刚开门，怎么会有人这么早喝酒？没错，就是我们。里面还有两个穿得很漂亮的哥哥。其实我们两个都已经换装了，就进来就只有这么一点点位置，然后应该是要走进去那种迷幻的那种伴儿。这个电脑是一本书。哦、oh, ，That's cool。按了一个铃。哦，会有人会出来带我们去。Would you like to check your phones? I'm good for. I'm good too.其实 OK， 其实 OK。你们看它的菜单是魔药风，这个有点让我想起我另一个很喜欢的 bar， 就 coffee champagne oyster， 他们有 old fashion。哇，我现在老了，喝不了这么重的酒了。我的酒来了，好漂亮。这一杯叫做 frozen pear， 就是里面会有 scotch， 所以说刚才服务员有说它会有一种 warm scotch 的味道，他可能觉得我是一介女子，但实际上我是喝很猛的酒的那种哦。这是 champagne absinthe。那你这个应该有气泡。scotch 其实是我的爱。甜茶 so pretty。我以为你在拍照，我在看甜茶。我在看甜茶。那种草药的味道，哦，这个是老男人酒，配了一点女孩的感觉。你想不尝一小口，能尝到那个梨的味儿，那就又甜又重。I can't scotch， 不行吗 ？Whisky 还 scotch， 要不尝一口我的？哎，我这个，但是我每次喝完 scotch 或者 whisky 这种酒之后，我再喝这个甜的就没味儿了。你这挺好喝，有草药味儿，嗯 ，basil， 哦。是我喜欢的酒，而且你知道这里光线特别模糊，三号人在镜头上挺美的。我等一下打算这里录一个爱人吐槽艺人的视频，所以挺好的，合适。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个是你喜欢的。对，它的风味很梨。Stick tartar， 看起来好漂亮啊，好漂亮，但感觉分量没有那么大。那我跟你讲，巴黎 beef tartar 是这么大一坨一度。然后上面有一个鸡蛋，你自己搅碎了蘸着面包吃，很好。我觉得他们吃东西没有我们贵，是吧？嗯，加拿大吃东西其实挺贵的。那面包烤得很焦，上面的肉也不错，有香料味，有焦什么的。Butternut salad， 锅还不错，嗯，还没有那像我妈妈炒的菜，嗯。十星你给几星？8到9，我也给8到9，我觉得我给8.5没问题，九。就也行了。我们两个现在已经移步到厕所，化两个 Halloween 的妆去参加 NYX 的 Halloween Party。好喜欢今天身上的这个 jacket， 是那种我梦寐以求的棕色半长 jacket， 里面配了绿色的小上衣，下面是灰色的裤子，贼复古。这上衣是那个我之前一直很喜欢那个 Double Concept 能买到的牌子 T O I Dye。嗯，小周的毛衣是13。反面，嗯，这儿，然后一直连到这儿，然后再连到底下。它是有一个深长的眼角上，我以为那个笔画不上去，我不敢说话。你别说话了，你害羞是不是？没有，我会很容易眨眼。哦，我以为你是害羞。我刚说你不是鸡圈天菜吗？别，嗯，你准备咋了？不太好实现。我把一个个粘，然后小周给了我一个野蛮方法，就是用胶涂满脚贴上去。我操！我操，绝了哈！哎，挺好看。你看我们两个，这个是小周的白眼线，这个是我的小恶魔脚。我们两个应该是 next，
的活动上化妆化的最快的两个人吗？哦，把狗狗吓到了，吓我，它不敢走了，它吓到了。请他们来一下。读书俱乐部现在是育儿俱乐部哦，切！哈喽，我是小白菜的外婆。哈喽，我是小白菜的姨姥姥。我也是姨姥姥。我上学了。You like sleepovers? You want to go to other people's place to sleepover then? 这个牛肉要把它搅一下。面包太好吃了，油炸的。像小的，像小时候妈妈的馒头片儿哦，你把它戳进去，把这个勺子。阿森，你干嘛？你要不插子吃这么斯文啊，宝贝。您满意角度吗，老板？腰断了。他有权知道这件事。是吗？我也咬过了，没事。Cheers。我想要吃牛扒，上那块黄油蘸满，这个酱太好吃了。这个是你那种甜甜的带点蒜味的酱。艾玛，这个肉你能吃吗？要成为刘文是用代价，当然。我牛肉啊，你不用往我自己来，不然就是我在给你们第一走秀。这个我觉得有点生活，让它再熟一点。好啥的。辛苦了一下。没事没事。快吃吧。哦，还真是挺肥的，我随便拿一块。刚才瘦的地方也是。这块插着吃肉，我觉得好开心。同志们，我今天试着做一个南瓜巴斯克蛋糕，好想吃甜品，我们试一下能不能成功。家里有两个前两天万圣节剩下的贝贝南瓜，这南瓜是刚蒸好的，它里面的南瓜肉很少挖出来，这就是平时吃的那种南瓜籽，大致蒸这么干净即可。下面有一块地方感觉快破了，120克淡奶油，两个鸡蛋。我靠，原配方是40克糖，现在这个19克已经这么多了，我决定把糖减半。8克玉米淀粉，再加入200克南瓜搅匀，我觉得已经有点满了。好香，20克糖足够了，小伙计们，把我有点歪歪的南瓜包起来，包，怎么那么紧张呢？不会漏掉吧？天哪 ，recipe 承不起我，我拿去空气炸锅。210度20分钟是烤箱的 recipe。 我刚才问了一下会烘焙的小伙伴，他们都说可能空气炸锅呢只有上面那么一圈热的，有可能表面焦糊下面还不熟，所以建议我每10分钟拿出来看一下。发现我的空气炸锅最高只能到400度，然后呢现在已经过一半的时间了。哎呀，应该还是可以的吧，这不就是葡式蛋挞的表面吗，呵呵。啊，但我给你们发誓，食物非常香，一点焦掉的味道都没有。好香，好失败，就是那种蛋奶味道，没有凝固，有一种白忙活了一下午的感觉。谁能教我怎么做南瓜巴斯克？
本来想用一个完美的南瓜巴斯克跟你们说拜拜了。凝固的地方我觉得还是好吃的，可是大部分地方它不凝固。我觉得我这人搞烘焙它真是没什么天赋，但我可以各种炖肉炒肉做得很好，你们还别不信我。下个视频我得找一个我擅长的事儿给你们炖肉。拜拜，下一个视频见。